大家好，我是狗哥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真实的、充满惊奇的故事，是关于一只名叫欧玛的德国牧羊犬。欧玛不仅聪明，它还充满了对生活的热忱和好奇心。让我们开始这场动物的奇妙旅程吧。欧玛，它是一只热爱生活的狗狗，它和小主人的关系非常亲密。他们一起玩耍，一起拍照。欧玛非常了解小主人的情绪和需求，他也热爱玩飞盘。每当飞盘在空中盘旋，欧玛都能熟练地接住它，这样的画面总是让人好震惊。而有一天，欧玛的主人看到他叼着一个棒球的玩具在玩，一个念头突然在他的脑海中闪过，他决定试试看欧玛有没有可能真正的打出一个棒球。结果当主人把棒球丢出去的那一刻，我们全都屏息以待，睁大了眼睛看着欧玛如何应对。然后惊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欧玛真的将棒球给打击了出去。这个惊人的画面让所有的观众都震惊不已。欧玛的智慧和灵敏再一次向我们证明，动物的世界充满了惊奇和未知。最后我想说，能养到这样的狗狗，或是每天都不会无聊吧。那么我是狗哥，临走前别忘记替我们按赞订阅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只神奇的狗狗了。那么我们下回见。